两组表演完了 ，Harry， 这两支作品当中啊，在你的观感上来讲，你觉得都喜欢。Harry， 就是他们的这个亮点，你都有亮点。两组亮点都特别多。是是是是 ，Harry 这个点评特别到位啊。但是呢，毕竟 Harry 没跳过国标嘛，对不对？一星队长，什么？这两组国标作品当中，你觉得各自的亮点和特点？你怎么看，陈陈导？我们很好奇你的想法，你会选哪一组？如果你是评委的话，你会把票投给哪一方？对，我毛巾会丢给谁呢？你觉得呢？对，你觉得呢？陆伟你怎么看？陆伟，陆伟，陆导跑了。